这局啊，三张工卡，是不是人机站位法？来吧，来一个人机工站位法。三张工卡给他加这个，好像是抗爆吧？啊，看这个草爹的怒气啊，小技能会给草爹加怒气，哎，哎，这个就好。你说那个，哎，兄弟们下局我给他放在后排呀，啊，放在后排。哎，看看给不给他后排人物加，他在后排给不给前排加，对不对？这样这样来说，看有没有小技能。哦，没有小技能，哎，没有小技能。研制克里斯都沦落到被草爹制裁的一个那个什么了，是不是？轰，哦，没有小技能。哎呀，这十四的贾玲啊，他绝对是不怕，他绝对是不怕烧的这一张卡。哎呦，这个小技能沉默是真恶心的。哦，大招沉默，大招沉默，那就是雅典娜。我看啊，小技能给位雅典娜加怒气。哎，加前排也加，哎，兄弟们前排也加，看到前排也是可以加的啊。哎，这回你们心里有数了。测试完毕，一会儿最好是，那其实没有什么可打性的，兄弟们，颜值克里斯根本是没有，这局其实就尽快解决吧，这局就尽快解决吧，这局测试出来前后可以加怒就行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尽量选一个好一点的，是不是？有那个用八神 XRV， 哎，跟他对比一下。其实他不用那什么对比。哈瓦喷的，还记得朗特吗？他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哦，这研制克里斯他都被打死，追击，哦，他的追击为什么策划不就把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草地精声音弄出来再你再放啊，啊，一天就那什么去。就拿着玩家充值的钱去找大长腿，是不是？全是追击的，现在卡你看工卡都在追击的。来吧，我们下一把吧。我操，哦，上来就开大，兄弟们，三张技卡的话上来就开大，一次追击娜娜没。我的天哪，火盾，我操，啊，这个回动速度啊，看不到，兄弟们有三张技卡开场大，可别用娜娜的那什么，屌不屌？停停，给一次暗漏，我操，每回合都有大技卡，牛逼啊，兄弟们，这张卡如果配你身上就是全有技卡的话，真是挺牛逼的，是不是？他有那个没做好这个模型，
竟然被他爹给干晕了，我操！哎，但是挺肉的，是不是？被他爹干晕了啊，兄弟们，被他爹干晕了，一个逆时说我就我也解不了你。还是他爹，他爹还是他爹，不怕烧，这张卡不怕火烧，不怕灼烧。哎，这有火盾的啊，有火盾的。火盾破之后，他就遁入就是虚空，还有就遁入他的火焰之中。还打啥呀？对面就随便，我他都没敢放大。你看，那小技能有点概率有点低，是不是？雅典娜，别人欺负雅典娜欺负不动，但是草来说欺负雅典娜是太轻松了。来了，这红丸来了，指定是控住他了啊！爆丸，小电弧，这看不到挂上，盾没了，又一次被打入虚空，打入那个他说是火焰的，其实就是一个小隐身，就是那什么，对不对？没有小技能，为什么小技能这么少啊？啊，为啥小技能这么少？有人说想看把草地精打死，盾破人亡，我又一次破盾。这回有小技能可以连续放大，哎，娜娜直接就没了，追击，以绝技必杀技追击，但是那谁，哎，反击，麻痹，又一次怕空啊，免控率怎么这么差呢？没了，没。焼き尽くす遊びを どうした怖い燃え尽きろレディオ我が使命遅いわね貫きの嵐焼き尽くす待て中どうした怖い燃え尽きろ遅いわね貫きの嵐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待て中さあ来い燃え尽きろ我が使命遅いわね貫きの嵐焼き尽くす遊びの音どうした来い燃え尽きろレディオ焼き尽くす待て中ヘッカ違う我本領だ何かえ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遊びの音どうした来い燃え尽きろ我のみを使う何かえ焼き尽くす遊びの音騒ぐぞ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待て中さあ来い燃え尽きろ焼き尽くす遊びの音仕掛けろさあ来い燃え尽きろレディオ何の何の、おりゃ
行くね。アデンサバ。行くよ。こっからやで。行くね。アデンサバ。余裕。行くよ。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遊びません。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さあ、くらい。燃え尽きろ。レディオ。お掃除。してやる。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悪い子に、お仕置きです。付き合い。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どうぞ、くらい、燃え尽きろ。お掃除、悪い子に、お仕置きです。付き合い。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悪い子に、お仕置きです。付き合い。どうぞ、くらい、燃え尽きろ。お掃除、付き合いますよ。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どうぞ、くらい、燃え尽きろ。悪い子に、お仕置きです。付き合い。焼き尽くす。遊びの目。お掃除、悪い子に、お仕置きです。付き合い。すぐ楽にしてやる。焼き尽くす。アデチュー。